疫情封城的两年没吃过开斋节的夜市食物了。鞭炮也可以在夜市买到。这边的食物随便选一个50塞。又到了开斋点了，来到马来人夜市。随便找个公园来吃。头发剪到一半就机器就断掉了。这次来的这个是 Billion 的 Passer。整天街都是在售卖食物的。
小车是想撞红灯了吗？